家长在外面一直等候，等到11点多进去的，等到第二天早上9点来钟的时候，你们已经通知死亡了。你们出去那个报告10点多钟了，9点来钟小孩都死了，10点来钟还在治呢。你们出了什么报告？啊？这个这些问题去讲，还有卫生区，还有市政府都可以讲，不能在这里扰乱秩序。我现在不要影响到我们的这些东西啊、哦，你们。医院有关部门该往上反映反映，对不对？你们就反映、啊。你要说我们的话，你要反映，但是不能扰乱我们的。要是这一块我们对你要对这些要了解的话，我们肯定也会。你要打算来闹，你就要把你俩送到家里去，两个人闹不起来。我们不是来闹事，我们是来做事。你要闹事，你肯定要去。不是你想你还有事情，你去找医院，去找卫生局，有很多地方可以让你找，不能在这里弄这个事情。现在绝对不允许你们在这里，你小孩不是好好的，你送到医院，送到。
送到儿童医院干什么？你想好好的到儿童医院。我跟你说，第一时间是不是送到你们这里的？是谁建议我们上医院？啊？第一人民医院是谁建议我们上第一人民医院？星期天你们义气坏了，推来推去，弄来弄去，最后又进到你们重症监护室。晚上11点多，小孩子是不是走进去的？第二天早上，父母一直在外面等。第二天早上你们9点来钟通知，没救了，心跳停止了。叫你们问你们要病历证明，你们说不可以。昨天调解委员会说你们要我们病历不行，你们才呼应给我们。呼应给我们以后，你们出具那个证明是什么结果？9点来钟小孩子都死了，10点多钟还在治呢。一个死人我们治了干嘛？你们有这些情况，跟调委会讲，去跟卫生局讲，但是不能在这里闹，这里闹没有人。我跟你说，调解委员会我们已经去了。